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图中了哈，甲乙丙丁戊五个人了哈，立以平面镜前，哦，这是一个平面镜的固定位置了。那么他问说哈，戊哈看不到谁，戊看不到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的话哈，这个光的话哈，这个丙哈射到这个平面镜的光的话哈，是这边。啊，跟这边啊，你丙射出来的光的话，它往这边射的，不会射到乙，不会射到丙。那这个丙的话哈，它的那个什么呢？它的这个光线的话，射到这里的话哈，就往这边射。也就是说，丙把它当成点光源的话，它射出来的光经过这个平面镜以后反射，不会射到戊的，所以戊的话看不到丙。啊，其他地方都可以啊。你乙的话，这边射过来的话，可以射到戊，所以戊就可以看到丙，看到乙。那这个的话也可以啊。我从这里射啊，射过来，也可以啊。那这个也可以啊，射过来也可以。只有丙的话没有办法啊，光射过来的话射到戊，所以戊的话就看不到丙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戊看不到丙。